声，大家用阿九点三。像最近的苏多清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慈天庇圣公园所提供的节目，在新闻之声调频公布网八九点三做的播出。时间呢，咱讲日子啦，在过24点钟，真紧啦，一个是今仔日的开始啦吼，透早爬起来讲5点啦，鸟啊就伫窗啊门哦，伫开哩。叫讲好去床啊吼，早睡早起精神好了吼。哎，而且祝我大家呢吼，拢会当精神饱满、元气饱饱了吼。今日呢拄着拢是好大事了吼。唔只是讲吼家庭顺利了吼，啊身体健康，出门阁拄着贵人啊个同道，大家来共修，那真的是很好了吼。大家用这种心情来过日子。我相信讲吼，每一天都非常宝贵了吼，所以咱伫遮呢，祝福大家。诶，咱讲古早人讲的一句话：一寸光阴一寸心。哦，啊，过来就是讲吼，咱人呢啊，无爱保住的这个光阴吼，安尼咱呢，咱讲日日啦吼，拢是好日，时时拢是好时啦吼。今日呢，有咱的道亲呢，讲要听一段《莲花回归乡》。今天我们就来做安排，莲花会归乡。
今麦所收听一个歌声，带领家的。如果你若感觉然后听一个，你的心就会很酸然后。每一句话都是母娘的敦敦教诲。过来就是讲吼，母娘疼惜这囡仔来到这个人间然后。讲惊吓修心风尘多，苦海茫茫找明路。日夜奔波拾荒求，才知佛在自性中。心情已经原神中，灵地一一现禅中。临灭归元殊因道，正果皆复莲花路。真的是很让人家吼，感叹感伤，归乡然后归乡，讲白杨枝普陀寺化业障了生死然后，行功立德助修缘。就是咱无论讲初生自我来，末休何处去？一点莲愿心，贯通无性敌。今生因何来？心有业果在。勤转灵山台，下业地罪灾。就是讲吼，咱初生自我来，就是咧讲到咱家己本身啊，来到这个人间，拢是咱累世所有的因缘业感。啊，咱既然呢初生来到这个蓬莱仙岛啊，佛后呢，就是讲咱肉体时间啊到的时阵，要为对去。伊家咧讲一点莲愿心贯通无性地，你一粒莲愿的心无变质啊。咱就会当贯通母娘的性地，也就是咱的要地。今生因何来呢？今生因何来？来到这个世间，伊讲心有业果在，这是事实啦吼。每一个人所判的业果拢无同款安尼。伊讲勤转灵山台，下业地罪灾。人未使来到这个世间，讲恨天怨地哀，命运谁安排？自性该点开，因果明交代。因果累世造，轮回世世报。恩怨情仇苦，问题随心劳。所以咱到这世间啊，讲恨天怨地，你恨天怨地，哀哀怨怨，命运什么人给咱安排？当然是咱背后这个因果啦，吼。所以讲，自性该点开，因果清清明明来交代。因果累世造，轮回世世报。既然因果是累世造的，轮回嘛是逐世拢会甲你报，逐世拢会报的。恩怨情仇苦，地地催心劳。无牛甲咱讲的，先天无结界，自庙树立爱。降至莲花开，助人脱苦海。自音声声唤，金线催世界。点醒离灵心，修完复回来。母娘有话要讲吼。先天无结界，先天无结界，大家拢知影。自庙树立爱，降至莲花开，助人脱苦海。自音声声唤，金线催世界。点醒离灵心，修缘复回来。像咱今物的同修嘛，同款的意思。我们在同修，就是母娘的弟弟金线，吼、哦。吹伫咱这个蓬莱仙岛，吹伫这个吼啊，咱有缘的这个世界内底，只要先天无结界，母娘还佫是无放下这灵儿红露，
伊才会当来降智量化开生慧啊，助你脱苦海啊。即卖去三开量化吼，则讲修嗯性格人人知，唔通丢毒误将来。下劫赎罪化灾劫，行功立德复回来。量化性阴已开台，量化性慧因何开？为助远离正位阶，诸牛清净奉神台，天命修于量化开。咿呀，呵呵，咿呀。のそこのそこのまさけねしけな半島のと半ぽくねしけんもなたかなやさなそこほとこもてけなさなよそいやいやそこんかねしけんやそまねたんてけの方法なさんでおてけなさけのそこおもてけねさんところまてけはさよそのいや对龙华回归乡真的会感猛凉的意传达好的所谓孙亚书记然后南京马达龙怎样啊已经是要的幸会龙华开三开龙华走上走咱这里吼啊咱姓代已经呢已经开宴龙华修营的这个伴了吼所以说无敬老母义家临凡蟠桃盛会开宴三级白杨木结林轻度状元龄母恩何当唤彻灵心顶顶感动上印心圣尊宝训教化十方点彻慈悲心持戒布施下业受缘修果证菩提，三座有缘回庙东正龙华红心本。祖庙不忍众人苦听，声声唤未停。江东寺院奉行意志，发准东心开行。大都普团法轮轻转，不为万灵将路动。同心协力消除业障，归乡路明亮。同心协力接引十方台，无道济方言，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积德富良华。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积德富良华。要记得龙华，龙华，龙华，积德。回龙华
说梅香师姐最近都播的是道曲比较多了哈，不然就是菩萨的比较多，母娘的歌呢播的很少。那我们今天就把归乡的前半段跟后半段结合了哈，中间呢就是母娘有一些心声的传达，母娘有一些心声要传达啊，所以呢我们就讲前半段的归乡跟后半段的归乡呢，把它撤开呀哈，把它撤开来讲啊呢，啊您听，你感觉感动啊哈，真的每一段呢、啊、都会让我们呢哈觉得很心酸呐、啊、哈。那母娘的教育，能讲昨天必先讲义劳，我们的母爱哦，天生天性，东王帝君天父，我们的炎阳父哦，咱得讲哈，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夏娃了哈。那西洋人讲亚当跟夏娃，而且东王木公配合咱的西王金庙了哈。啊，咱得讲鸳鸯跟咱的鸳鸯的老母。那咱讲父庙真行好为先，后代子孙照样还。舍弃真心归天路，先要正己知道理。天地宽大日月光，君子量大富贵福。善恶分明大吉现，可叹世人未觉醒。世间人心实难抗，为什么讲世间的人心无法度去抗改？世间人心实难抗，心色拢被财色迷啦。物欲所业失灵明，心灵净空自然性。物欲所业失灵性，就是咧讲到咱即卖物欲，吼、哦，咱大家拢要食好啦吼。啊，咱讲餐厅开个满世界，吼、哦，啊，家己搬单住啦，拢走去食外口。即、这个物欲所必失灵明，是安尼讲物欲所业。压榨了咱的灵明的本性，心灵净空自然性，学习个性善行力，福果德性好修持，脱下红尘明书风，叫人讲爱安怎下一挂啥红尘？红尘就是咧讲到咱平常时啦吼，爱穿水啦哦，头毛甲染好红光光啦，手枕头啊都安尼甲擦落几啊色啦吼，啊无就来创啥啊来去吼，咱讲美容院啦吼，看要安怎水安怎水就好，安怎水未水的爸母甲咱做诶，咱感觉无满意，咱就走医美那里，走医美那里，看鼻子要垫高，还是要嘴巴，还是要修骨，吼，还是要把整个脸全部翻转过来都没有关系。因为有钱，但是吼、哦，咱讲物欲所业，是咱这个灵明的本性，咱的心灵静未空，自然的心理你就未慢嘛。你当然就是会，人讲物欲所蔽，啊，我们那脱下红尘，明书风，明书在哪里？吼、哦，明书风指点生前一窍深呐，给咱点一个窍。世道扰离易感寒，修心恰似练刀练炉丹呐。讲开发一心尽改尽呐，性定灵清心安宁。性啊定灵就清，心就安定啊。马迹千里难找牛，五脚一翘归西京。滴水西下积善多啦。增福行德吉利生，道德只要随心行，保佑心心正福田呐。所以母娘跟咱讲吼，父母前，咱爱行孝为先。后代子孙在教养来做了哈，后代子孙在教养来做呢。啊！恁若我都失去这个真心归天路，咱就先静心，咱才知影道理啦。天地阔，吼、哦、啊！天地阔，大日月光，君子量也大，富贵的福都大。所以跟恁讲，善恶爱分明啦。即嘛是大劫已经，人讲大劫现前啦吼。伫咱即嘛，这个21世纪啦吼，就恁讲末劫的时阵啦吼。
啊，咱嘛感恩啦吼，今日咱有个因缘机会，伫这个吼山顶，89.3，89.3，这个普遍频率啦吼，嘛就是吼啊，咱个孙阿姐，对啊，恁问讲吼，梅香师姐，啊，你伫这个电台讲啦，今嘛个有洪正文师兄、大义师兄，个有一挂道亲啦吼，你甲咱做转档，啊，你咱这吼啊，这个节目啦吼。要讲起来讲，已经吼、哦、可以放大很多倍了吼。以前的89.3，伊就是三四管区的涵盖。现在以后，如果要听现场的，有可能哦要下载 APP 了吼。你容量无够啊，容量无够，就讲吼、哦，咱今嘛电台吼嘛伫咧设啥，爱设 APP 啊。啊，设 APP 吼，咱家己下载。以后那是有 APP 的时阵，每相对甲恁公布。哦，啊，咱来下载 APP， 安尼呢，伊的容量会愈大，啊，容量会愈大。那么呢，咱的音声呢，吼，啊，对当吼，抗足济啦，吼，抗足济伫内底。其实啦，洪正文师兄呢，也是讲大宇师兄呢，一直2004年，吼，1804年，只要有资料诶，没像共轨，吼，资料，吼，啊，一个有存档诶，大部分都会放上网络了，放上网络。那么在网络呢，吼，可以听到，好，啊，在。好、哦，咱的 Google 哈、哦，可以 Google 慈天必生宫喜结善缘梅香，安尼，你也所有节目都拢总出来呀。好、哦、啊，过来就是讲的 YouTube 哈、哦，嘛也在打更，你个订阅，好、哦，你个订阅喜结善缘，当然了哈、哦。啊，咱的属下的直接啊也传送给你了哈、哦。就是讲今嘛呢哈、哦，科技的进步加哈、哦、啊，咱的这个能够无眼佛界哈。哦就是讲，咱这是一个小小的道场，要讲讲慈天必生宫嘞吼，道场也不是很大吼，但是我们是母娘用最仁慈吼、最感性的方式来教育啊，咱的众生。伊就是讲来讲，咱爱个做一个大家庭，慈天必生宫就是一个大家庭。你回到了慈天必生宫，就像回到母娘的身边，就连个囝回归到母娘的身躯边。母娘不管是呢，伊的双手都是天开开呢，等候将连个囝等来回缘，回缘印心，然后等来回这个灵巧。那么呢，母娘是非常仁慈，而很悲悯的母娘。伊叫咱做交代咱做的代志，拢是为这个社会啦吼。这个社会不管是苦，吼，或者是讲吼，伫这个社会上需要帮助的母娘一直关心啦吼。那么只要有经费，咱就会做一寡吼啊关心啊。不管讲是咱要做低收入户、边缘户，还有吼、啊、会读书的孩子，家里面环境啊不是很好，咱来助学，做助缘的助学。啊，这也是在教育我们国家的下一代了哈。人讲吼，贫穷的孩子倒当家，为什么？囡啊，家庭啊，环境无好，囡啊特别乖，特别上进啦哈。但是伊的经费无够，所以咱就当可以来请奖助学金，买当帮助他读书了哈。所以母娘就是我们天上哈很慈悲的母娘，现在来到人间了，她的道场也一样做的母爱的工作。啊，所以咱讲吼，五庙齐归吼，啊，伫咱这个慈天吼、哦、必生宫在这里哦，咱希望讲，你甲地母至尊有缘，咱就来回地母；你甲九天道庙有缘，就来回九天；你甲菩萨有缘，咱就来回菩萨。吼、哦，啊，你甲吼咱雷山老母有缘，咱就来回雷山母。那么呢，咱每一个拢知影，西王母、王母娘娘，都是咱家的本根，咱讲的灵。跟我们东王天父一个隔音隔用，今天有我们的阴阳所化身的天然坤路，所以来到这个世间呢，我们要感恩的非常多了。那个宇宙所属我们的大主人物件，不管是家庭用的，我们都是要感恩啊，每一样都是要感恩啊，你说是不是呢？那礼拜六呢，我们这次共修的休困了啊，那礼拜六有时间呢，要回来庄严道场呢，我们的传度法会啊，哈，传度法会。那么呢，咱即个说聘请高工啊，就是咱所谓的工哈，就是法师，就是要担任哦，咱讲道经书三宝的哦，当然了哈，他们的背景哦，跟道工了哈，啊，还有
哦、他们的道业都非常的、哦、非常的那个让我们、哦、尊敬然后来讲长老，让我们非常尊敬的长老呢来给人做道经书三宝、来做着吼、哦、咱这个这佛力传道，然后佛力传道呢。来，咱有一位书家吼。你讲梅香师姐，你敢会使伫电台讲？我讲要讲啥？你甲我讲，你爱我伫电台讲啥？伊讲吼，梅香师姐，迄人吼、哦，伫外口吼、哦，都安尼足有礼貌诶，吼、哦，安尼去甲遐拢安尼好，安尼腰动甲安尼吼，啊，只道亲大家做伙，一道拢安尼真有礼貌，为什么当然啊，庆功拢向内底安尼？安尼即种啊，敢有算作是真修行？因为里外差那么多，一顿差高手，去到外口人啊叫师兄的时阵哦，还是叫师姐的时阵，哇，大家都是安尼，吼、哦，很有修为，吼、哦，礼貌威仪都很好。为什么顿啊个厝诶，吼、哦，女将啊变个七七五八，吼、哦，啊嘛男将啊变个呢，哦，入门庆功向来，唔是骂大都骂细。哎，这样呢，够算真修行？修行不是爱一致的吗？修行不是爱一致的吗？哎，这句话是对的哈。哎，咱安尼讲啦哈。有的人说，嗯，为什么？啊，咱看到的，但一体两面的代志。哦，一体两面的代志就是讲吼，咱穿穿道服的时阵，也是讲咱今日是一贯道道亲也好啦，也是讲咱今日是什或什么款道拢好。为什么在外口哇礼貌十足，看到人安尼师兄师姐腰压噶呢吼足低吼，啊讲话安尼敦敦吼、哦、有礼吼、哦，啊又是回家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我讲你在讲别人还是讲自己，还是讲你们家的人？伊讲哎，梅香师姐你莫甲问啦，你这伫电台会使讲啊，我感觉吼安尼足不搭，在外口看安尼敢那足虚伪。等我来底，好安尼，冰冰冰冰安尼，大细安尼啊，走啊无看人。为什么？啊，他系伫外口安尼，啊，等我来底是安尼。啊，这样会扣分咯、哦，这样会扣分咯、哦。为什么会扣分？你在外面行为举止非常中规中矩，而且非常有礼貌，是做给别人看的。但是你把你的脾气毛病，哈、哦。都带到家里面哦，哇、哦！啊，这里在恁厝内底人都袂动呢，你敢知？为啥袂动呢？我倒下来调，你伫外口一样面，倒下来底一样面。如果我们在家中的言行不圆满哦，修行是会扣分的哦，会扣分哦。一般人啊，惊人惊哦，惊人讲啊，所以外表表现拢真圆满，好、哦、让人家的感觉说在道场。在慈善团体给人家恭敬、哦、谦恭有礼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回到家里面跟外面态度完全不同，喜怒于形色、哦、不高兴就骂家人或是与家人吵架，这会记得哦。我们如果我们有在思维、哦、我们出来到外面这样一样面、啊、回到家里面一样面、哦、家人会觉得纳闷、啊、你到底是在修还是怎样哦，啊！伫外口面，互人看起，敢那足虚伪的，足假。因恁家的人看到，感觉笑得巴肚底。啊，为什么你伫厝的讲话，就一透过油路？啊，伫外口为什么安呢？让你的家里面的人会很纳闷。你是不是修行的人呢？啊，那修行的人为什么言行跟凡夫俗子没有两样？所以有时咱师父咪讲啊，讲道在咱的生活之中，家就是修行的道场，因为家就是讲理的所在，是一个讲爱的所在。这个家是一个讲理的地方，一个讲爱的地方。对家人都不能够包容，爱如何能够去度化外面的众生呢？阿龙讲你修，阿龙那修偌好？所以有一挂人的心啦，会安尼想，往外面做志工啦，也是为了家人好。希望家人能够平安，啊！我因为来修，而且因为厝内底人未平安，人讲我无行未使，所以我为着厝内底人来修，我感觉真委屈。所有的代志拢伫我的肩胛头，因为我无修，因为我无行，
所以咱家庭才袂平静，所以咱才袂安怎，袂安怎，袂安怎。修行的人修到安怎？修到派一家伙坐咧修啦，修到派一家伙坐咧修。过来就是啥？哎呦，我无行无做袂使，啊，我无开工袂使，所以阮兜生理做在无生理，啊，阮兜在袂趁钱，啊，阮的囝在袂乖，啊，你嘛是派规家伙坐，甲因过咧修行。啊，你修行，你心会欢喜吗？你当然啊，佮看到你的囡仔无改变，看到你所想要改变的环境拢无改变，你修了会欢喜吗？嘛是袂欢喜。为什么？你会感觉讲，这个大头伤重啊。所以有些人在外面做义工，是为了家人，为了家人的健康，为了家人的福报，为了家人的平安。你忘记了哦，修行，咱是第一人爱先家庭圆满，先成就这个家庭圆满。家中言行无圆满，功过如此，拢是会扣分的啦。啊，所以吼、哦，咱伫道场足有礼貌的，也是讲去做义工，好、哦、去甲老人洗身躯哦。真欢喜去讲饼内底嘛，真欢喜。你咧做义工，你心有所求啦。为什么？因为我厝内底袂圆满啊，所以我大底今日去这工课，就是因为我要来做这功德，希望我会改善我的家庭。如果你是用做功德，想要改善家庭，还要改善事业、改善婚姻、改善你的家人，这个落差的心大。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因缘嘛。啊，所以讲太多，为什么落差还那么大？为啥你也觉得修得很伤心？为什么对外面的人比较好，哦、对家的人为什么会不好？修行的态度言行为什么会两极？哦，在道场是这样，回家是这样，拢是安尼，就是我拄则讲安尼。我今日个出门来做这个工课，不是为了我家己，是为了厝内底。啊，因为要改善厝内底，所以为着要爱功德，所以我来做。好、哦，啊，今物我来做，我伫外口低声下气，我做得很好，好像很圆满。但是我一股闷气，我在外面又不能发泄呀、啊。啊，他回家发泄谁？发泄他的家人。啊，这样就不要修了吼，安尼都唔通修啊。啊，你的目的啊，如果讲做义工是为着要换功德的，安尼你也唔好做义工。好、哦，啊，你做修行。你今日来奋体来修行，那不是为了你家己解脱，吼、哦，是为了你归厝内底人，所以你足委屈的，你来修行，啊，我嘛叫你莫修，这样会两极化，会让人家没办法接受啦，吼、哦，做家庭家都爱先修啊好，家庭才会无怨言嘛，吼、哦，那么修因家庭这个道，宿舍因缘这个缘，才会当去因嘛，好、哦，不要说因为态度言行让人家觉得。你在修行、啊、怎么会是这样呢、啊、所以说这个麻烦的制作者，如果你是一个麻烦的制作者，你说你在修行，如果你等于、哦、有很多万元，你就是一个家的麻烦的制造者。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最差的脾气和最糟糕的一面都给了你最亲近的人。最痛苦的经历不是谁辜负了谁、啊、而是不知惜言啊，不知道要怎么秀恩秀福、啊、所以人家说书记也说没像是这样，你会在电台说这个吗、哦、会啊，怎么不可以，就是这样说啊。今天的修行为了你们爱喝酒啦，爱去外面爬、啊、你感觉人家跟你说啊，说你爱修，你如果没修你们不改变、啊、你没修你们孩子不改变、啊、你没修你们的家庭会怎样，用恐的用恐吓的这种的都不要做，因为你的怨气还在你的内在里面。因为我是为了上来修的，我就不用这么艰苦啊，我头就这么艰苦啊。你的整八对苦闷这个怨气你要为对，当然了，一触即发，你就会觉得很什么，很抓狂。为什么是我要来挑这个家？为什么是我要来改变这个家啊？所以咱不会感觉说修行对咱家己有好处哦、所以呢，我们的脾气毛病没办法改，原因就是因为你都觉得你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这个家的付出，所以你还有一些不甘心也不愿意、啊、所以说我来练习，我来练习，我奋体奋到要死，艰苦到要害、哦、啊，要来做行业，要来修，我为着什么？我们不记得说先为着我们自己，你有专心专业专业了后
这个家庭有可能是因为你的改变而改变了哈。所以每一个人的脾气毛病，真正修修完不是要等你没出来的人啊，好啊，不是要去讲大声恐吓，都不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要修，你就是怎么样，在外面你的礼貌是这样，回家讲话也是这样，才会平等啊，让人家觉得你才是个真正的修行人啊，你讲是不是呢？慈南必生公呢吼，咱的服务电话是591605，外关区加05，感恩。咱的有香品的结缘，香香款速茶贡末，小盘香普灵灯。咱就感恩吼，咱斗六福兴宫的诸位啦吼，啊来宫的结缘贡末啊，结缘咱的哦速茶甲我工作这位啦吼，啊咱讲老道长呢，他真的是德高望重啊吼。啊，咱道六福兴宫，较早吼，啊，咱道教会嘛，伫遐办一个福利传道，没想嘛是有去啊，吼，因为遐迄个时阵都要先走，啊嘛去咱道六福兴宫。那即届呢吼，换咱9月7日是咱中华道教总会哦，啊来慈天必生宫，用咱慈天必生宫，或、啊、者、就是讲慈天必生宫呢，咱所哦，来的这些所谓道亲孙啊，这都是因为透过了喜结善缘的节目，哦，啊、来熟悉，大家了解，啊、来做这福利传道。福利传道真重要，重要点是啥？单台注册，然后，因为咱人无单台注册，咱人来世间出世，啊，咱都要，咱都有身份证啊，对无？啊，咱今麦咧修这条灵元神，他也是要。有这个身份啦吼，所以咱就讲吼，四定八级吼，咱要安怎去吼？这道级要安怎走，道级要安怎走？这是吼，真的是啊，咱要讲起来讲，每一个人的进步啦，咱常咧讲进步嘛，人要有进步的空间呐。啊，进步的空间就是啥？每三年进一级，每三年进一级，然后每三年的进一级，每三年的进一级安尼。啊、所以呢，咱嘛真感恩啦吼。咱这届第八届这个福利传道呢吼，还是慈天必胜宫为主办，然后慈天必胜宫为主办。对咱老宫主开始，伊就一定呢吼，真重视着啥，真重视着咱的这个福利传道啦吼。啊，咱嘛是哦，咱老宫主呢尽心下步啊，咱嘛是赶快那个承袭着他的吼。哦遗愿啦吼，希望个大道兴盛，各界各个团落去安尼吼。那么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吼，啊，咱啊，这届吼，咱要三师吼，三师吼，其中的两位他的简介吼，你想已经了解了吼。啊，这个科道长呢吼，许春夏道长，就是咱的道教长老，现任是中华道教会理事。啊，嘛是台湾圣道教会干事，嘛是平湖关道教会理事长，平湖关圣方爷，吼、哦，就是讲平湖关圣方爷庙的董事，平湖关三清道观的主持，啊，所以他的辈分也非常高，吼、哦，辈分的非常高。咱的许长老，啊，咱的道长、科道长，然、哦、后这就是伊的这个吼，起码说担任的吼，一、哦、个就是咱的单道长呢，吼，单道长。伊是咱中华道教学院研究班的讲师，嘛是咱台湾省道教会常务理事。即马呢是咱台中市道教联合总会常务理事，和咱台南市雾峰区南信宫的主持，嘛是咱台中市大理区泰贤道观的主持。就是咱的陈道长，然后陈长老，吼、哦、也是。啊，咱讲德高望重的长老，这两位呢，哈，资料我们有了哈，都是在担任咱的道经书，哈，啊，咱讲三部，其中还有一部，我要来对要没有掌握到资料了哈，有掌握到资料，我嘛是，吼，啊，甲咱的道亲呢，好介绍一下，啊，介绍咱的道长的这个哈背景，然后道长的背景啊呢，那感恩的所在就是讲吼，这么热络。
踊跃来报名的啊，传渡的师兄姐，好、啊，来自于全省，真的非常感恩大家不劳辛苦了哈、啊。从金山来的，从屏东来的，从潮州来的都有了哈、啊，所以我们非常感恩，然、啊、后非常感恩啊，咱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吼、啊，也当吼这样子孙阿姐来认同慈天必胜功。过来就是认同咱慈天必胜公的吼，咱的春秋两季吉安的道，尤其是拜道，大家呢真认同啊吼，因为咱的刀钉刀科也在讲吼与众不同啊吼。那么我们要感恩的也非常多，也感恩吼咱这次吼啊，要来给咱做一挂咱讲哦，营师的哈、哦、这些哈、哦、工作人员然后、啊、还有哈、哦、咱。需要的齁那些服务人员大家都很踊跃啦齁真的也非常感恩。来咱来听一段信曲了后然后再过来开讲哦。现在就把观世音菩萨怎么听一段然后听一段了呢我们现在要讲清净观世音咱说咱不知道的啦咱不知道的当然啦咱就不知道观世音菩萨三十三化上的历史背景然后历史背景来咱说到这个清净观音伊呢有这个下济为人的奉献精神，进入了这个佛教了后，顺受崇拜。众生如果能虔诚供奉清净观音，有助于本身的修行，好、哦、低曲病苦，消灾解难，脱离恐怖厄难，延长寿。好、哦，咱来讲延长寿命。清净观音法啊，伊就是讲吼啊，伫。倒手架手，吼、哦，咱俩讲吼，右手夹，咱讲阳掌啊，吼、哦，左手吼、哦、直莲花，吼、哦，啊，咱讲坐这个吼坐坐，吼、哦、啊，所以讲，咱呢有了解吼，伊、哦、这身躯呢呈现着红白两色，简为青色，代表烦恼及菩提的意识。伊阿妈棍是青色的，啊，青色的代表啥？代表烦恼及菩提意识啦，吼、哦。那么呢，清净观音呢，普文品来对契约的这个功德，观世音净性，依苦恼思的灵为作依歌。每一个人生在这个娑婆世界，身心随时都有忧悲苦恼的事，也可以称为之毒药，实是生命的终结。也就是指天灾人祸啦，就是咧讲忧苦的人海当中，观世音菩萨会当救咱脱离苦恼死的。会当予咱呢做义工，清净观音
降魔解救众生，唯不死毒药传世害人而吞食。就是因为吼，有这毒药，吼清净观音拢甲摕来食，啊，所以食一个伊个伊阿妈棍才拢变青，是因为这传世毒药。像咱较早讲吼，哦，食落甲得砒霜啦，有诶无诶，吼，咱诶观世音菩萨拢甲这物件收收来，收收收来伊诶身躯，所以伊诶清净就是因为食这个毒，吼、哦，大项拢为伊诶这个吼净呈现。哦、所以讲吼、哦，甲焦虑三十三心的化心的这个哦，观世音菩萨当中，他为什么会是清净？就是因为伊阿妈棍内底甲毒拢吸吸伫阿妈棍遐，众生若有毒哦，有中毒，伊就是现心哦，甲这个毒吸伫个这阿妈棍内底安尼。清净观音呢，其为三面四臂，哦啊、所以讲有中莲花轮啊，甲雷四种。起源伫即个印度所罗门，啊，所以讲吼，相传伫即个泰国的时代，众神以阿修罗啦争夺即个长生不老灵药甘露，伫即个曼吼、哦、曼查罗山吼、哦、昆巴苏吉龙王啦，双方分别拉着龙王的头以尾啦，吼、哦、搅拌大海，使这大海变成了如海，吼、哦、然后呢诞生了甘露以及这万物。在这个搅拌大海之际呢，被众神以及阿修罗两边拉扯的，哦，这个苏吉龙王呢，因为痛苦难堪，佮着这个石头，流出了这个毒性足强的这种啥哈拉赫拉毒液，哦，此毒会当毁掉全世界所有的生物，因此呢，哦，这个湿婆神呢，慌忙吞咽下毒液，哦，拯救了整个世界。啊，这个是啥？这个是清净，啊，就是咱讲吼，啊，咱的颈部变成青色，因此才有清净观音之称。这个是根据哈、哦，这个婆摩延那，吼、哦，这个摩诃婆罗多记载，吼、哦，嘛就是咧讲的清净观音是原来自于婆罗门，好、哦，婆罗门这个湿，人讲湿婆神呐、啊，好、哦，湿婆神的传说故事啦、啊，啊，另外个有一个故事了，因为就是讲吼。啊，这清净的典故是来自于古印，人讲古印度的神灵湿婆神。湿婆神在印度神来讲是宇宙开创，做一切力量的化身，为印度教尊奉为大天神呐、啊。啊，所以是重量级的哦，重量级的神迹之一。啊，所以讲吼、哦，人讲诸神搅动如海，欲求甘露，在海中发现毒蝠，唯恐毒害众生。湿婆发大悲心呐、啊、哈，湿婆，好、哦，咱讲发大悲心，吞下毒蝠，因而景象变为青色。神话故事当中呢，就是世界原初，哈、哦，这个所在发生了这个问题。湿婆神是为了去掉它，将毒液引，哈、哦，引住自己啊，所以咱常讲吼，咱啊啉迄个盐酸啦，是啉啥？咱啊拿后买烧派，肠啊买烧派。啊，这湿婆神呢，为着要拯救全世界，这毒液一个人都给吸进去啊，所以这呈现的淤血的痕迹。传说啦，清净观音啦吼，是除去恶人最大的力量啦吼。相传咱诸天天神为着要要求，吼啊，所以讲吼啊，咱的各种的这吼毒液。能够呢吼转换成好的啊，变成了吼、哦、咱讲湿婆神呢吼、哦，今讲这个严重的污染无法度去转化，迄、那个大悲剧会发生啦，所以就全部食所有的毒，全部把它吞进去了。好、哦、啊，所以讲这个叫做清净观音来说法的观啦，全世界所有毒的物件，伊拢吸伫伊的身躯啦吼、哦，所以讲湿婆神。哦、变成、哦、咱后来随着年代演变、啊、变成是咱今麦咧讲的菩萨、哦、在这个佛教所吸收成为清净观音、啊哦、清净观音啊，咱把清净观音的故事呢就讲到这里，然后讲到这里啊呢，一天讲一个，一天讲一个，然后啊，无同款的诶，这个故事架构、哦、啊，所以讲咱讲的不好。啊、但是最起码让人知道一个历史背景啦吼。
来，今有一项吼，甲咱的朋友结缘的，就是讲吼，友情的介绍啦，友情的介绍。咱的小琴师姐吼，已经足济足济树葡萄，啊，种有够济啦吼，伊是规园全部拢种树葡萄，啊，他的树葡萄都是压一个有机的物件，啊，所以吼，生出来的树葡萄都好大颗。啊，好大颗呢！伊就将这树葡萄呢，吼，拢甲集集做花，哦，集规家的树葡萄甲集集做花呢，用迄咱这个吼小，咱讲的啊，酒厂的浸酒的红啊，哦，一种红啊，就是古早一种红啊，甲浸这树葡萄酒。啊，树葡萄酒呢，浸了两年、三年，迄拢是有够纯的纯树葡萄酒。树葡萄酒它本身呢，吼，伊呢一旦补血。补血气，固筋骨，固腰骨啦，吼，是很不错吼。啊，但是吼，一斤了有够济，唔，斤贵啊，百红啊，一只树葡萄，一斤嘛呢吼，有关一挂吼，和咱六房天上星庙做义卖吼，总共的足大红的安尼，一红是3000啦吼，恁家己规红拢冇等，吼，还是连带吼，才有两年至三年的，吼，咱讲纯的树葡萄酒。非常纯的树葡萄酒嘛，等于是树葡萄红酒了哈，一盎，好、哦、都、就是3000块了哈，结缘呐，3000块，啊，伊就甲关好咱做啥，关好咱做吼、哦、啊，咱的慈善会啦，印经啦吼、哦，啊，所以讲就是这么大的善举啦，啊，那如果你要买贵罐呢，又该入做迄个罐啊，一罐350块，纯呢，啊，就是咱的树葡萄酒。一瓶350块，吼、哦，啊，有放伫咱的展示处遐，你也使去甲试啉，非常的纯去甲试啉树葡萄酒。这是咱小琴师姐，嘛是咱的经团啦吼，一进规家的树葡萄，哎，所酿造的树葡萄红酒，好、哦、纯树葡萄红酒，拢有两年以上的，啊，所以足纯的，足好啉的，足好入喉的，查某会食，会当补筋骨，啊，会嘛当过气血，嘛会当互咱安喏。冬天的时候哈，会手脚比较温暖，然后也是来品尝，然后是养生的，好很好的树葡萄酒。哎，既然都灌出来啊，哈，灌出来要供做红道印经，或者是做咱的这个慈善会用的，伊才有法师吗？啊，咱都一挂孙啊，这你若有兴趣，树葡萄酒是属于红酒类的，好，咱暗时要要困个啉一杯啊。也真的也很不错，是养生的。好，阿咱那边给人，咱直接卡定位。哎，无要跟你搞，你用改爱改来提，你那边爱贵红的嘛，改来提哦。好、哦，那边当搞嘿，爱当好恁试啉，你啉咖你欢喜，讲嗯，真正有够赞。给人一罐350块，直接呢，跟做友情的介绍，也是他捐给慈天庇圣宫的礼物了哈。后来直接。要做好事的啦吼，迄就是要关心到需要服务哦，啊是寄送香品、香烟款、速茶、贡巴、小盘香、普林灯，啊是虫草、王山高宝哦，啊是讲吼樟脂王都可以啊吼，啊咱的金盖绿蜂胶牙膏、合力美，哇水的哦，真正愈买愈水的吼，所以直接给恁报告了吼，咱若要寄烟，直接打电话5916045，外关区的都请咱给05感恩，今日节目就做到这。祝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